看看新闻网。据爆料称，刘嘉玲与狄仁杰前传摄影师蔡崇辉相约爬山，更称两人举止暧昧。对此传闻，刘嘉玲通过微博澄清，称对方实为自己的多年密友，因中性打扮而被认错为摄影师。感谢台湾媒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不好意思 at 摄影师蔡崇辉 at 袁地峰，他们把你们俩搞错了，不过还好把你们都拍得很帅，写得也很帅。